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这款添加满满18种氨基酸的洗卸凝露，不用水就可以将我们脸上的顽固彩妆轻松卸除。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次。想要拥有好皮肤呢，绝对要好好的卸妆洗脸。无论你用再贵再好的保养品，没有好好卸妆洗脸，通通没有用。这大概是我创频道至今最常跟各位提醒的。只要你有打开家门，踏出你家门外，接触到外面的脏空气呢，你回家就一定要好好卸妆。这就是养肌拥有好皮肤的秘诀关键。但是我知道各位回到家真的工作一整天非常累，不要说是卸妆了，很多人连洗脸都懒得洗。所以这一次呢，我帮懒人们找到我人生中觉得最适合懒惰的人的洗家卸在家保养的活颜洗卸凝露。这是已经红遍日本、韩国、泰国再红回台湾的 VCI5 医美品牌旗下 Euphily 日系美妆所推出的氨基酸活颜精华洗卸凝露。这罐添加了满满符合人体肌肤的18种氨基酸，让你洗脸、卸妆、清粉刺、缩毛、孔除暗沉，一瓶通通搞定。清洁能力强到爆炸就算了，它是连术后肌肤敏感肌都可以使用。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洗卸实测。那先来示范一般的日常湿洗。每天我们洗脸卸妆呢，就是把我们毛孔累积在外一整天的脏污呢洗出来。先说不只有我们化妆的女生要把脸上的妆卸干净，就连你没有化妆的男生呢，你每天都一定要把你的脸洗卸干净。这样子我们的皮肤才比较不容易产生痘痘、粉刺、细纹的身材。这对于我们后续的保养才能够非常有效的吸收，而且它里面有添加18种符合人体肌肤的天然氨基酸，以及海藻、玫瑰、金盏花、积雪草等植物萃取，让你的肌肤越洗越健康的同时，还可以镇定、保湿、明亮肌肤。就连我们想要抑制痘痘、粉刺的生成，也可以靠这罐哦。再来，我们示范最像魔术的干手洗卸。平常我洗全脸大概就是挤4到6下，那这次呢，我们用半脸示范，我们就挤2下，均匀的涂抹在脸上之后呢，轻轻的拍打脸部。我们脸上的卸妆凝露呢，会有拉丝的质地，这是非常正常的。当你全脸搓揉的同时呢，还可以在比较顽固彩妆的部分呢，加强按摩。它是以日本符合人体皮肤毛孔0.18微米大小的0.18微晶包覆技术，可以卸妆清洁，彻底的渗入我们的毛孔内，包覆我们的毛孔脏污、残妆、吸附粉刺，进行清除作用。这罐的温和低敏性配方是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的，而且在日本、韩国、泰国、我们台湾呢，它的回购率高达96%。Oh my god！ 你看我脸上这头像史莱姆的粘稠物，它就是我们的活颜洗卸凝露，它已经把我脸上大部分的妆容呢，都已经卸得非常干净了。那我本来以为想说，它的清洁能力那么强，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肌肤洗完变得很紧绷、很干涩，或者甚至是过敏？结果通通都没有，我的肌肤洗完之后呢，是呈现那种非常保湿细滑，看起来还很白嫩。我很意外的是，就连奇异笔、原子笔这些非常难洗卸掉的颜料呢，也可以轻松的洗净。Euphily 这罐氨基酸活颜精华洗卸凝露真的是又温和，洗的又干净呢。请容许我封日本包覆0.18微米清洁技术师，史上最懂懒人的技术，我现在真的依然每天使用，每天赞叹。我只能说，看到这边你还没有打算把这罐加入购物车的话呢？其他懒人已经光速完成订单了啦。好了，希望我这次的实测影片分享你们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